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alker， 今天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iTools 如何购买哦，就是英翻中啦。其实我看到英文有时候也是逗端，所以就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吧。首先，这是我的影片，然后下面这里啊有一个显示完整资料门，把它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看到我写了一些购买连结啊，那随便选一个啦，就组合包好了，点进去。点进去之后呢，就会出现这个画面。那我把它放大哦，上面有一些资料要填。我把这张表格附上中文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哦。首先啊，这个它是说 billing information， 它是说这是账单资讯。那这个 business purchase 就是我不是。那如果你是公司购买的话，你就要打勾。那我们都是个人用户，不会整间公司说在玩宝可梦，所以我们就不打勾咯。这个 first name 呢，就是你的名字，你的名字，比如说刘德华，这里就写德华。然后这里 last name 就是姓氏，那就是写刘，刘德华就写刘。email 的话，这个就不用解释啦，就是你的电子信箱嘛。Full address 就是你的地址，那写中文应该也是可以的，跟厂商确认过了。然后这个 city 呢，就是城市，比如说你住台北就写台北，住云林就写云林。那邮地区号就要查好再填。这个部分我是台湾的用户，就写台湾的哦。那再来这个是电话号码 ，phone number。Phone number 我想你就写手机号码吧，因为寄到家里的话大部分都是打手机啊，要联络你嘛，领货。那这个部分我这个部分 license to another person 跟 use different address for shipping 这个地方我们都不打勾。再来这里啊，他又想要你确认一次你的电话号码 Phone number 电话号码，还有接下来这个 state这个地方就是写台湾哦。再来这里呢很重要，这个 ITIN 这个东西呢，我想大家应该都没有。这个部分啊要跟大家特别说明哦，因为本来 iTools 公司都是要用顺丰寄给大家，因为顺丰真的还蛮快的，可是七月份开始呢，顺丰要求大家要填这个 ITIN 码，就是要求厂那个 iTools 要填这个。问题是这个是美国国税局发的啊，大家都没有啊。我曾经买过美国的股票，所以美国有寄这个东西来叫我填，然后去申请一个 ITIN 嘛。那这个基本上大家都没有，所以 iTools 可能就没办法用顺丰寄给大家。如果你有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填，那这样子收货会非常的快。顺便跟大家说明，就是 iTools 的手环有分挂机版的，就是把电池拿掉，还有震动拿掉，还有一个是复活版本，就是有电有锂电池，有震动有开关的。那有锂电池的话就是要走另外一个货运。那在这边我们 ITIN 码没有填，那就是会走那个比较慢的货运，锂电池的货运，所以可能会耽搁到一些时间，所以大家斟酌看看啊，应该是都不会填啊。好，接下来这里是付费方式，付费方式基本上台湾人应该都选信用卡吧，我们就预设是 credit card 信用卡。这里是 card number 是信用卡卡号，然后 expiration date 就是你的那个啊信用卡有效期限啊。Security code 就是信用卡背面的安全码。再来，这个是寄出订单，先按下去寄出订单之前，先把这个我不是机器人先打勾，然后再按下去寄出订单，这样我们就写完喽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手机的画面哦，这是我的 YouTube app 的画面，那这里有一个。
下面的箭头，朝下箭头按下去，就是我的影片说明哦，影片说明会跳出来。那我们就找一样，就是找一个连结，就是购买的连结，点进去组合包，然后我们用 Chrome 程式开浏览器，就浏览器开页面，接下来按 Next， 就是把绿色这个点下去，就出现账单的资讯啦。那这个跟刚才的那个资料都有点像，只是它少了一个 ITIN 码，ITIN 码，所以我们就暂时先搁着。再来就是介绍一下咯，这个第一个 first name 第一格，手机的第一格就是问你的名字，如果你是刘德华你就填德华，如果你是叫郭富城你就填富城。第二格呢是填你的姓，如果你是刘德华就填刘，你是郭富城就填郭。第三格是 email， 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，嘿嘿。然后第四格是 full address， 第四格就是填你的地址，第四格是填你的地址。第五格 city 就是填你的城市，如果你住台北就填台北，住高雄就填高雄。第六个我看一下1,2,3,4,5,6，对，第六个 ZIP， 第六个是填你的邮地区号。第七个这个台湾就是自己定义的，就台湾哈。然后第八个是电话号码，基本上就填你的手机。再来这两格就是空着不打勾。接下来呢就是付费方式啦，付费方式这里看你是要选台币还是美金。那第一个就是信用卡，你也不要动了，就是这个 credit card CRED， 第一个这个不是 PayPal， 我们赶快换回来。第一个信用卡后面有一个 card， 这个信用卡，然后你是要台币或美金，用台币或美金结账。这个第三格呢是信用卡号码，再来是你的卡号期限，有效期限。这个最后一个是你卡号背后的那个安全码，那三码。再来点我不是机器人，点我不是机器人之后呢，我不是机器人点下去之后才按送出哦，寄出订单，绿色这一个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希望大家都可以自己买到手环，购买想要自己想要的产品啊！我也希望有帮助到大家，因为最近真的很好升级，赶快来升级吧！谢谢大家。